跑完300环任务链，给了我基本100的武器打造书，试试今天的手气如何。这把玉辉属性一般般，这把无敌太普通了吧，这把战炉什么意思啊，天哪，最后一本书了，不要让我失望啊。哇哦，极品属性匹力枪，还有特效神勇和特技罗汉金钟，市场价6000万金币，刚摆摊就被土豪秒收了。咦，我是不是亏了？